丫头终于什么？终于逮到你了，终于逮到我了，你逮我干啥？你逮我干啥？你居然在那里等了我半个小时，你也是个人才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你是不是在这里等我等了半个小时？是不是？嗯，这个是什么？中式头条礼包，红蒜免费相机，吹扇相机。你一直等我也是个人才是不是？哎呀，冬天爱吃冰棍的什么什么？你是个人才，你是个人才。你也是个人才，我要把这个棚子给要下大雨了，我要把这个棚子给它挡好，要下大雨了。吃早餐了吧德哥？吃早餐了吗？开个洗漱，让门东过来转。不吃早餐，不饿吗？我今天又要钓鱼。我妈那天说今天这么凉，这鱼吃不吃够啊？我说干啥？她说想吃鱼。不吃早餐不饿吗？欢迎茶哥。今天做啥菜啊？今天啊，炸薯片吧。我本来想做包子啊，我本来想做包子的，但我妈她说要那个，她说，谢谢茶哥，她说要钓鱼啊，她要钓鱼，她说今天能不能钓上来鱼啊？然后今天不买菜啊，每日被看好的人数最多的为气人主播。今天茶哥欢迎晚夜回家，其实我也不算迟到啊，你看你们那么多人还不是都是刚来是不是？所以我不算迟到，我没有迟到。不是吧，这么短吗？这么短吗？丫头困着我去睡觉没有？我想把这个拿下来绑住这里。因为我发现下雨的时候啊，需要玩意。欢迎明哥，欢迎明哥回家。魑魅魍魉的平，魑魅魍魉的平丫头，小心不掉。你们。能不能不要？真的好讨厌啊！大早上的干啥？大早上你们干啥？明哥吃早餐了没有？你咋的拿不起来？好了，这样就不啊、哦，要出明哥，我开个真爱，我开个集结，然后你就可以回家了。
没有，准备洗澡。拜拜。今天天天下雨，就是要下雨了。是要下雨了呀。所以我才想把它给围起来。它是要下雨了，因为老师早上好，啥的我成老师了。早上好，今天接着钓鱼啊，我妈说想吃鱼啊，哈哈，我啥时候成你老师了？明哥，等会不会又要睡觉了吧？我看哪个铁粉在？今天明哥，我过来，我点一下那个，我们这风大。昨天晚上打雷了，但是今天早上它又没有下雨。你会洗澡，洗完澡就睡觉。为什么我点不了奇迹？洗完澡就睡觉啦？是我哪个手机卡？也要下雨啊？说23到24号会下大暴雨啊，超大的暴雨，大暴雨啊！怎么这么卡？又钓鱼，问题是你钓不上来。输了一条鱼一个壁咚，我赶紧给你钓上来，你又不干，你又不干，怎么这么卡呀、啊？这个手机，你又不干。是不是一条鱼一个壁咚，好不好？你又不敢答应我，你又不敢答应我，是不是？欢迎用户啊！找得到，我妈说吃鱼，我昨天就不把那三只鱼放回去了。我昨天把那三条鱼放回去，我今天又得钓，不要，要嘛？你不是说我钓不起来吗？真是的。你怕啥？你怕什么？为什么我点不了？哦，可以了。夜里投票。欢迎莫凡，你先把它绑好。哎呦靠！我把这个手机拿出去吧，太黑了。谁跟我玩钓鱼游戏？一条鱼一个壁咚，然后放一条鱼两个壁咚，干不干？这样下雨的时候，这个雨就不会淋到我了，不然下雨会淋到我。我估计明天会下大暴雨的。哎呀，要爬到树上去吗？
吗？我总感觉怪怪的。哎呦！点赞啦！点赞啦！点赞啦！欢迎点啊！
嗨，工哥，是你家的哥哥吗？哪个？一个是要，哎，算了，他骂你了？没有，就一个工哥，是你家的吗？哦，不不不，第二声说我在骂你，你说我在骂你是吧？我觉得我真不配，你不要带着九重文心啊，你就洋洋两个字就行了。你是让我凶你，这个意思我懂了。横你，你说我横你，是吧？谢谢男朋友，谢谢鬼哥。男朋友都走了，意思就是赶我走。为什么要赶你走啊？我们聊聊天不挺好的吗？我又没跟你要钱，但是我觉得那个旧宠温馨那几个字我真不配。可能故事只剩下一个难忘的人，可能在昨天你年少的纯真，可能北京的后海许多漂泊的魂，可能成都小我又没跟你要钱，你就在这聊天不也挺好吗？你看，刚才他用一票打我的时候，我都没说，也让你妈打过去吧，我都没说。你看看你，忘记你说的话了，说咱俩是最好的闺蜜，但是闺蜜归闺蜜啊，那又不用带着旧宠温馨。手走完一生，可能笑着流出泪。某天在梦时辰，就是心里嫉妒。那你给我心里嫉妒，你把"旧中文静"几个字去了。欢迎明哥。这一生的是你迷茫的，可能在呼伦草原牛羊流成风景，可能再也找不到愿意相信的人，可能穿越了彷徨脚步。夫君哥，你被大猫骂了吗？凶了吗？夫君哥走了。可能周庄小巷里忽然忘掉年轮，可妈能要多年以后妈，才也是能要点。看清曾经，可能再到我就是小心眼，我就是小心眼，怎么啦？可能夕阳山桥上上有人有人誓誓言言不不分，分，可可能能要要去去找找他他才算爱的认真。可能谁我就说小心眼，我就小心眼，我承认我怎么了？我就小心眼，把旧宠温馨几个字去了。我昨天去的，但是可能终于有一天刚好遇见爱情，可能有你见了吗？人在路上，有人奋斗前行，可能一切的可能，相信才有可能。听不见你说话，等会儿再说。因为他放歌，我说话都听不见。昨天有人在那里钓，我就问他，我说能不能钓啊鱼？他说钓不到。我说不是随随便便都能钓个10斤、20斤吗？他说谁说的？他说谁说的？但是钓鱼的人是挺多，但是昨天很热。昨天的话太热了。还有4分钟，谁来帮我点个喜帖呀？算了。昨天去江边太热了，太热了。鱼是有，就勾不起来而已。我这在零下2度，零下2度啊！来听我，
还会下雪吗？你们那边还会下雪吗？往我们这边就是这两天估计会下大雨。还在下雪，如果降水就是雪，降水不就是水吗？雪就是雪，这个又不一样，它不是不一样吗？这不是不一样吗？下雨的时候，我这就不会那么那个。十度以下气温，像水就用雪来形容。好吧，这样就看不见我的腰了。嗯。这个风一吹它又那个了，逗我玩。你看这样的话是刚好的，但是这个这样的话绑在哪里了？就这样了。小金失败，我好不容易有一个新粉，现在叫起失败。欢迎明哥，谢谢军哥。没洗掉，欢迎公哥。没洗掉。
谢谢军哥。就这样吧。现在应该宇宙不会灵了。亲爱的小伙伴，你好。薯片是用土豆淀粉，裹土豆淀粉是不是？接下来先跟他比生。像我这就不会被雨淋了，这样子不会被雨淋了。欢迎明哥啊，欢迎小妹儿。明哥你卡了，丫头又在盖你的小窝旁。嗯，因为要下雨，我想把这里那个啥，这个雨就不会飘到我这里来了，这雨就不会飘到这里。炸薯片，你要等我去钓几条鱼上来。我给你分享了一下，我看到了，其实分享到群里没啥用，没啥用的。我看到了，其实分享在群里也没啥用。谢谢明哥点赞。群里的没几个来了，也好像都不来了，为啥啊？为啥呀？他们都不来了。我也不知道为啥。我说一般就是十二点半他们才那个啥。没事，组织谁有赛是什么？谁有赛是什么？没看明白。队友赛，谁有赛？队友赛。上麦聊聊天。架不动他们。架不动他们。我架不动他们。他们连字都不怎么打，还上麦聊天。只有星期六星期天的话还那一点，平时的话就是星期十二点多他们才那个，早上的话都没什么人，月度也上不去，吵死我了。丫头在干嘛？炸薯条。炸薯片，好像要用水泡一下，然后放锅里水煮一下。炸薯片，他们不会上麦聊天啊，他们不上麦。欢迎不必牵挂。
薯条、薯片，薯片还要拿那个，还要拿那个淀粉来裹一层吗？欢迎明哥。为啥刚加进来就变成二期了？看不见。自己说薯片这样生材吃掉，用土豆切片，土豆切片也要放开水里烫完之后，烫完之后还要裹那个，还要裹那个淀粉吗？还要裹淀粉吗？怎么切啊？还要裹淀粉不？欢迎游客。不裹，就是拿开水烫一下，拿开水烫一下，然后把它捞出来，然后再放油锅里炸就可以了，是吧？我看人家怎么切得很薄，我怎么就切不了？就这样。谢谢周哥。裹淀粉还是薯片吗？我没炸过这个薯片，不清楚。这样应该就可以了，你看，很薄了。欢迎嘉勇哥。片太厚了，不是。用淀粉的薯片就是假薯片。这样还厚啊？这不是已经算很薄了吗？谢谢周哥在，还能接的，还可以接的很薄吗？刀工不行，我觉得这样就可以了吧。要烧开水来烫一下，是不是？放水里泡，泡完之后再烧开水来烫，然后烫完之后再放油锅里炸。最薄就这样了。欢迎幺三幺，最薄就这样了。我看他们切的很薄很薄，但是不知道他们怎么切的，而且人家还切的特别快的那种，人家还切的特别快。切不了。
想吃鱼。欢迎明哥，明哥是不是卡了？三十条就去挑四条鱼就够吃了。因为我妈她说今天不买肉，没钱买肉啦。就这样呗。做了什么？薯片啊，那啥呀，星期几来干啥呀？星期四、星期一、星期一干啥的呀？做薯片，我想炸薯片，然后再去勾鱼。勾几条鱼应该用不了，用不着勾四个小时。勾一下就可以了，然后今天晚上吃鱼，加薯条。今天晚上就吃鱼呗。可是我这个切不薄。他那种专业的切的才能切得很薄，一般非专业应该切不薄才对。不好吃，不要。欢迎健康快乐。觉得拿这个还好一点。欢迎明哥，你卡了，就拿这个吧。应该有两面薄。今天都打打字呗，扣扣字呗。我觉得这样刮的比我切的还要薄。欢迎游客。你这样弄都行吗？不是把它弄成片子可以了吗？不是弄成这样就可以了吗？歪歪歪，不是弄成这样就可以了吗？把它弄薄一点就好，这应该是最薄的，就只能这样了吧？还有人能切的比这个还要薄？除非那种专业的，炸来不都差不多吗？是不是？
加起来都差不多呀。我觉得我切的比它比这个刮来的还要厚，还不如啊，薯片啊，对啊。啥薯片啊？我不会切。这个好像还要过一下开水，然后才能放油锅里炸，是吧？是不是？把二适量的宰。你看我们老大是我们的把，是我把二。看我们老大是我把二。要烧开水。泡一下，然后再烧开水，然后再过一下，过一下开水，然后再放油锅里炸，然后就可以了，是不是？谢谢大哥帮帮忙，是吧？我觉得这样刮来它也不厚啊，泡脚，泡完给你吃可以的。用水泡一下，然后再烧水，然后再放水里面烫一下，然后再捞出来，然后再炸，然后就可以啦。炸完之后再倒一点那个奥尔良那个烧烤料，然后再裹一点那个番茄酱，然后就可以啦。面粉吗？什么面粉？这个不是不用裹面粉吗？其实你是可以说话的，你有权限，你有权限，你是可以说话的。没做过，我也没做过，我也没做过。但我看了相声，就是。把它切成片，然后拿水来泡一下，然后再烧一锅水，把它给烫一下，然后再捞出来，然后再放锅里炸一下就可以了。感觉这个特别简单，这是最简单的了，这是最最最最简单的了，这个。这太厚了。为什么薯片一定要配那个番茄酱？好奇怪。就不能配那个沙拉酱吗？沙拉酱不是甜一点，不是更好吃吗？是不是？欢迎蒋哥。泡一下，把这个淀粉给泡干净，它就……哎呦，
就不会变黑。我泡一下，它就会变黑。应该直接用水泡一下。别人媳妇，拜拜。下一个更丑，还不如不整。土豆里面有淀粉，要给它泡一下。下一个更丑，还不如不走。欢迎明哥。嗯，分享。跟我一样单身多好，找什么对象？就是。前十个完成打卡，丑不丑无所谓，主要是能多单，是不是？多单干啥？一个人赚钱，一个人花的不香吗？为什么还要找一个人来分担呢？你是不是嫌自己的钱太多了？要不我帮你花一点吧，花两个。要不我帮你花一点，不用放淀粉，我看看怎么做。我看一下，我本来想做包子的，但是我出门，然后我妈对呀，她就说你会花。欢迎莫前哥，你的意思是要找个白富美是吧？可以的。男子上下格斗比赛，不要对手动手又动口，把男子亲哭。这是什么鬼？欢迎莫前，我看一下。薯片，虾饼次次做法，找个丑的挺好，放心，给他带，找个丑的放在家里，然后出门再带个小三，再不，什么小三啊？再带个情人是不是？欢迎酱酱，我想听你唱歌。酱酱，我想听你唱歌。欢迎试试，闪闪好。颜色的怎么这么薄？我这个怎么这么厚？在干嘛？弄薯片。可是人家的很薄，薄如此，我这个是很厚。你也不做，感冒啦，喉咙还有点痛呢，怎么又感冒啦？你又不做，我说我跟你拜把子，你又不肯。放开水里面过一下，欢迎四哥，然后再放冷水里面，然后再沥干，然后烧油，然后再放进去炸，然后就可以了。这个天不冷不热的，昨天特别热，然后今天有点凉，然后昨天晚上下雨了，要大火炸。要用大火来炸它，这个薯片就不会油。然后就可以了。好像好简单。好简单。谢谢斋，谢谢玩手米生。要好多水。烧水，
烧水，把水烧开，然后把这个放上去，放上去煮个三煮个一分钟，然后再把它捞出来，再把它捞出来，然后再过冷水，然后这个就可以了。赶紧炸，炸完去钓鱼，不然今天晚上又吃古蟹菜了。你把那个锅开。我感觉把这个弄完之后，它是上面黑麻麻的。明哥，你看这个照好不好看？一箭双星哎，好看不？一箭双星哎，早上大家都关机，都在上班，都在关机上班啊。这玩意好看吧？好不好看？是不是特别酷？是不是？太有才了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太有才了，是不是？不知道为什么这玩意就是你把它修好之后它这个火好像烧的不旺，这个火烧的就不旺了，不知道为什么它就烧的不旺，以前就烧的特别旺。我昨天去江边，然后回来的路上捡的这个柴。欢迎游客，你看就有好多这种游客号，你看。就一个，也不多啊。其实我妈今天想叫我去江边钓鱼，我来吃的。但是我那个杆没有修好，欢迎四哥。去江边用手杆钓不起来鱼，我的海杆坏了，我没有修。欢迎天涯哥。来，帮俺把那个热力投标投一下呗，投一下热力投票呗。柳州天气最低17，最高25。还要下雨啊。昨天晚上下雨了，我以为今天会下超大的大暴雨，结果它又没有下。结果它又没有下雨。you
么回都飞到锅里去了。把这水刷开，然后就把那个土豆丢进去。现在天啊哥，拽拽拽，这个赵叔叔连他们说的一人说放一个心，然后一个说弄个一箭穿心，然后说缺个眼睛，缺个鼻子，缺个耳朵。欢迎发霉的火腿。欢迎我腿哥。薯片，你们喜不喜欢吃薯片？狼王没点关注的帮忙点点关注呗，点关注不迷路。蒙面拍在苞米中，呵，不爆了。把水烧开，然后放进去。欢迎生梅哥回家。姐，今天去江边还挺好的，主要它不下雨，它不下雨的话就好，就怕它突然下雨，不然这种天就去江边钓鱼最好了。拿个海竿去，然后拿个吸金钩甩进去，因为这种天气它不冷不热，这天不冷不热刚好。松原天气这-5度啊，为什么你们外面那些怎么还这么冷？属于北方吗？松原属于北方吗？大哥大，上个榜，行不行？门童爱你哦。门童向你表白啦。大阪旗。道友不用，我为什么要道友？不是要等他，要等水烧开了，然后再把那个把薯片放进去烫。烫个1分钟，然后再把它捞出来，然后再放在冷水晾一下，然后再把它沥干，然后再放油锅里炸，然后再捞了就可以吃了，不是吗？这手机怎么这么快就没电了？不是吗？不是要先过一下水吗？我看笑绳抖上面那个笑绳是这么说的，这么教的，我也没做过。我看那个笑绳是这么教的，应该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的。
然后用大火，用大火来，全程用大火来炸。现在是个哪句话？欢迎小猪，好，欢迎小猪啊。把水烧开，谢谢小叔哥每个哈。大家帮把游戏投票投一下呗，投一下呗。谢谢十哥，谢谢天哥，谢谢每个哈。我看这个真爱等级没有过真爱，它也不会掉呀。耶、yeah ，好像不过真爱，它也不会这个等级，它也好像也不会掉哎。晚上打卡，主播热度飙升，谢谢天哥。烧过三天就慢慢掉了，没有啊，可是我看竹子哥的那个一直都是九级啊，没有掉呀。草哥一直是九级啊，没有掉啊，没有掉呀。我看你们之前就是我休息的时候你们也说要打卡，就是说不打卡他这个等级会掉，但是我看没有掉呀，还是九级啊。你怎么什么都反驳，真的没有掉啊，还是他的号只要不进这个直播间他这个等级就永远都不会掉。谢谢老王拿去花，是因为不进这里然后他就不会掉，就这样嘛。不跟你讲，你别这样好不好？是。笑死！别笑。不要这样嘛，是不是？伤完了，把它放上去过下水，会不会熟啊？这个应该不会，是吧？为什么还要烫一下？我感觉这样都可以直接把它煮熟了，先放一半吧，放不下这么多了，先放一半吧。喜欢火腿哥关注啊，发霉的火腿这么多，就我拿了两个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吃完之后它就这么多了，这好像是说要让它变成透明然后就可以捞出来了，就可以捞出来了， OK， 这就可以捞出来了。我就拿了两个，一个大一点一个小一点，然后再把它弄成削成片，然后削成片就有这么多了。其实我也就拿了两个土豆而已，也不是很多吧。为什么还是会有灰掉下来？
好像过一下水它就没有这么生，就不会夹生。然后再那个再炸一下。弄个透明就可以了。连像这种，连像这种。欢迎用户哥。变透明，然后再把它捞出来，再把它沥干。沥干之后，然后再把它放到油里面去炸，然后就可以吃啦。一边吃着薯片一边钓鱼多好呀，是不是？自制零食还不用去买，对吧？好像要把它捞出来了，等一下，等一下烂的，等一下烂掉。这个怎么沥干？只要有那种小篮子，然后把这个水沥干，煮久了它就会烂。煮久它会烂，所以这个不能煮太久。太久的呀，它就直接熟了。欢迎峰哥。把这个倒进去，突然发现什么？哎呦，弄断！突然发现啥？我没有看完。哎呦！突然发现丫头，你是左撇子，这个是左手，这个是右手。快火车掉了，快捡起来！这个不要了。这个是左手还是右手？你们看这边是左手还是右手？这边，你这样看是左手还是右手？应该是你们看到的是相反的，你们看到的是反的。那我这个手拿，你们就会觉得它是右手，是不是？但是这边是左手，这边是右手。
性上的原因。我要用冷水泡一下，我忘记了。等一下用冷水泡一下，然后等一下就可以拿来炸。这个是左手，这个是右手，性向是反的。对呀、啊，要是我用这边的话，我就是左撇子了。我要是用这边就是左撇子了，就真的成了左撇子。这个有没有烧到？没有。但是他们说性向可以调，我把性向调一下的话，就你们看到跟我这个是一样，但是我本来在这边，然后我看到我是反过来的，那样子我看不惯。那样我看不惯。把它夹出来。我也不知道它这个烫一下是为了什么，因为什么要烫一下我也不知道。反正我看教程上面说是要过一下水，然后它就会变得比较软。啥也没做过。你们有没有做过薯片？自己做过薯片吗？自己做薯片。夹不起来。前十个点赞，我又不吃，我做它干啥？没有，不是。你们说甜食你们不吃就算了，为什么？为什么薯片你们也不吃啊？甜食是女孩子吃的东西，薯片是小孩子吃的东西，所以你们不吃薯片，也不吃甜食，也不吃冰激凌，也不吃蛋糕。主要是土豆片上淀粉，凝固一下，熬过。就是，就它这个用水烫一下，就是这个原因，就是这样，是吧？现在火腿哥完成打卡啊，十点。OK。门头扫地。门头不想当扫地，刷不了，谢谢。我把这个铁丝网洗一下，我看这要过一下水。你看那种店面的这个薯片才多少啊？才一丢丢都要，差不多一份都好像都要五六块钱，是吧？也没有多少啊，是不是？卖的还挺贵。对吧，卖的还挺贵的。哦，为什么我这边老是痒痒的？我开个洗洁，开启薯片里全是油。不会吧，应该不可能都是油。不是说这个薯片就是妈耶，这个薯片不是用那个用大火的话，它就
它就不会这么油嘛。就撒火的话就会很油。但是你把火烧得很旺，这火很大，它不是就不油了吗？就是烧大火，你不能用小火，你要用大火。哎呀，你要用大火。点起姐啦，还有一个集结，等12点多再开。有人做过实验，薯片里面油弄出来的很多很多，不会吧？哦，知道了，这个炸完之后，它就，你看炸完之后，烫完之后它就很软，你看，万一小周，你看，万一周哥，它就变得很软。点集结喽。我不知道，可是，靠，又反驳，走啊，别，我错了还不行吗？我错了还不成吗？那我们老都要揪着这事不放呢，是不是？歪齐了，你为啥要老揪这个不放？我错了还不行吗？你抹这，那我给你放一首，你抹这。欢迎飞龙传说。是水沥不干呐、啊，这个水，是水沥不干。我也开心每天，点起姐啦，这水沥不干，欢迎十哥，真走啦！我也真的走了吧？什么气人的本事，一套一套的，是不是？太难了。这个火这么旺，应该差不多，应该可以。对。欢迎婉哥，欢迎四位娃两哥，四妹娃两，把油倒进去。咦，这油里面还有芝麻。这油里面还有芝麻，是妹娃俩的平丫头爱吃猫篓子。猫篓子是什么？猫篓子是啥？哎，我去了，看不懂。
开始了。把这油烧得很烫，把这油烧得很烫，然后再把它放进去，哈哈。大家都打打字呗。你吹的猫楼是什么？我不知道啊。I don't know， 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班五十上线，师傅。你看这个油烧的很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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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听到声音没有？这个柴是昨天去捡回来的，还挺好烧的。这个柴下次烧完了还去那里拿这个柴，这柴比较好烧。呼呼呼呼，浪费油啊。没有啊，这油本来就是拿来炸东西的呀。这油本来就是拿来炸东西的。这个不是花生油，不是拿来炒菜的油，这个就是拿来炸东西的油，就是拿来炸东西。炸东西的，炸东西的跟那个跟炒菜的油不一样呀。会不会有水溅上来？是这样炸吗？是这样炸吗？要炸到什么样子？炸到脆脆的就可以了，是不是？放多一点，这样炸的比较快。这个要炸到什么程度啊？哎呦！我们感觉炸这个好危险的感觉。欢迎小溪月末，欢迎莫阳。我
感觉砸这个好危险。主要是我这个没有干，这个有油。可以了吧，我觉得。应该就这样的吧。可是很多油啊，我感觉好油。来，等一下再重新炸第二遍。怎么感觉跟外面的薯片不一样？你觉不觉得那个外面的薯片好像有点不太一样？是吧？对。怎么这么油？可是它这么薄，它这么薄，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多油？奇怪。你看都不脆，软巴巴的。欢迎茶哥。哦，这回应该就脆了。好油啊！脆的挺脆的，但是为什么还这么油？说什么黑暗量？没有啊，这是薯条啊，薯条啊。就是薯条，为什么它还会这么油？你远一点，我害怕。薯条为什么它这么油？可是它这么薄，你看，你看，脆的很脆，就是不知道为什么。还是我的火太小了，火不够大，用大火。我的火小了吗？然后再中间再炸一遍。我觉得应该是我没有放调料，所以它这个颜色就不对。放了调料应该就会好一点，是不是？我感觉刷到我的鞋子。
我再加一点钱。脆的挺脆的。嗯。花椰糖做的不好吃。放酱油。不是放酱油。脆是挺脆的。用大火。这边是可以了，是我砸了不行，还是好软。它有一些还是软软的，是砸的时间不够吗？喂，明哥，是砸的时间不够吗？还是很软。可是看着很简单啊，是不是？真的看着真的很简单啊，这个。咋两次？哦，我知道了，炸的时候就是在锅里面这样捞着，它都是那种脆脆的，然后再捞出来，然后它就没这么多油了，应该是这样。那个。然后再倒到那个酱汁，它不就可以了吗？是吧？对嘛，这样才像薯片嘛。刚刚那样子太油了，现在这样子捞了，它就干巴巴了，它就没那么油。你看这样子看就没这么油了，是不是？我来看你了。一个人阴阳孤军奋战，阴阳孤军奋战是紫薇哥吗？是紫薇哥吗？还是我认错人了？是紫薇哥吗？是不是？还是我又认错人了。昨天有没有钓到鱼呀？昨天钓到了呀。这么多油，嗯。孤军奋战是谁呀？谁的小号？谁的啥哈？你看这里现在就不摇了，这不是宝吗？宝哥，不是吧？这不是宝哥吧？不是宝哥吧？是宝哥吗？不是。肯定不是宝哥，三天紫阳粉，等一下再找。紫阳粉我还没有拿过来，不是宝哥吧？是谁的号？你还钓鱼呢？对呀，钓呀。等一下也要去钓鱼啊。
我妈今天，我本来今天早上想做包子的，但是我妈说不要管我是谁了。嗯，反正你们老的话老是改名字。我妈说今天不买肉了，叫我钓鱼回去吃。我昨天钓到的鱼，我把它给放了。早知道我就不放了，早知道我妈要吃鱼，我就不放了。搞得我今天又要钓鱼，我今天又得钓。你看。我知道你是谁，我知道你是谁。喂，阔客，我是宝哥。高温再炸一遍，炸完等一下再去钓鱼，钓几条就好。如果钓到的鱼够大的话就四条，如果不够大的话就到钓六条就够吃了。我会炸薯条了，就这么炸的。炸的脆一点，你捞来就会很脆，然后它也没什么油。我支持你钓鱼啊。我炸完就掉，因为今天不掉的话，今天晚上没有菜吃。吃吃我钓鱼，精神上吃吃，是吗？本来我妈想叫我去江边钓的，但是我怕下雨啊，然后就不想去，然后加上我那个海竿坏了，嗯呀，给我加料，这个好像炸的不行，这个好像炸的不行，精神上，真的吗？好。这个可以有，这个可以有，海竿还会用，我会用啊。那是海竿还是路亚？我们俩离得有一米远，没见过这么长薯条的。水，不会溢出来吧？耶，不会溢出来吧？输。不要吓我！你小心点吧，杀人不偿命。我之前在家就是炸那个鸭爪子，把它倒进去，结果它泡泡越来越多，然后就整个锅都溢出来了，然后在那里傻傻的看着做什么吃的。我多整不明白，我多整不明白。这薯条，但是这个还是油的，我觉得这个还可以再放下去炸一下。这个，你配料放哪了？我配料还没有放，不是炸完了之后，然后再把配料撒在上面，然后再捞一下就可以吃了吗？应该是的。孜然粉跟那个什么奥尔良嘛，不是炸完的时候然后再把它放进去吗？
但是这个还是有点油，这个跟这个炸来的不一样。你看这个炸来干巴巴的没有油，但是这个炸来还是有油，这个很脆的。没有味道，没有味道。等一下全部炸好了，然后再那个再倒一点那个料在上面就好了呀。几点钟了？10:30、11:00、12:00，两个小时够我掉了。掉两个小时也够，两个小时那个也够今天晚上吃了。来干一点。欢迎百度网友。我看啥时候有空，我去身上把那个钩跟那个海竿那个配件给买回来。昨天那塘里面，对呀、啊，昨天那鱼塘里面呀、啊，是呀、啊，只有鱼塘里面了。只有要么就鱼塘面，要么就江边，但是我不想去江边，我怕它下雨啊。我怕它下雨啊，我再不敢去江边。去江边得有那个海竿才可以，我那个海竿那个钩跟那个漂被我搞坏了。之前挂去钓的时候，然后挂底我就把那个线给剪了。我拿不上来，我就把那个线给剪断了。那别去，天气好的时候可以去。其实今天也有很多人在那里面钓鱼吧，应该。但是我就是怕下雨。人家去钓鱼，我昨天下午去有一，我看视频有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有七辆小车在那里。七辆小车，他们都是开小车去的。上海华那江的水你喝不完，那江的水你喝不完，那江的水能喝吗？你看，要不要吃薯片儿？太油了，这个我带一点。再炸一遍，然后就可以了。不炸一下，我不会游泳，关键是拿个碗装起来，放这上面沥一下，沥干，然后再放那个碟里面装。对，这样它就不油了。这样的话，应该就没那么油了。赶紧捞上来，炸不着了。钓鱼去，好啦，掉了，好可惜。可以啦，好啦，
还是有点油滴下来。下二哥金丝魔法，欢迎二哥，欢迎珊珊，你看，其实还是挺好的，是吧？耶、yeah.。水拿进去，你去拿料出来。喜欢放奥尔良薯片啊，对啊，薯片啥薯片，666，我把它刮在这里面。哎呀，还是很脆的，这个压掉了。掉地上，掉了一半。谢谢关注啊，放调料，为什么我这个料它会结块啊？欢迎星河，也掉地上都掉了一半了，我把这个放锅里，毒死者丫头，你看这样不就好了，这样给它搅一下它不就有味道了，你看是不是，你看什么叫毒死？喂，紫阳粉是干啥用的呀？我想打喷嚏。嗯，为什么这么辣？为什么？这里有一半，还有一半在锅里面。等下拿了去直接吃的，去钓鱼去，钓鱼是钓不到鱼，今天晚上我就没有那个没有鱼吃了，你看有点辣，我觉得应该是可以钓上来的，
这个放凳子上面就好了。说得不错，丫头。为什么这个奥尔良粉是辣的？可是它明明是原味，原味不可能不应该是辣的才对啊！所有料多用完了吗？你怎么知道？我想了很久，我开始忘了，是不是我又做错了什么？你哭着对我说，童话今天没有打算下雨了，然后昨天就把它那个了，电视地址你是我吃。你是点歌吗？肯定不是，应该不是。小条也浪费，浪费了。水过来，水别放多，我能说水已经放多了吗？水已经放多了，去外面这里打水，这个水干净一点。水放多了，捡个鸭蛋啊！欢迎小鹿，捡鸭蛋。欢迎酷哥，捡个鬼。今天没有下蛋吗？
这鸭子不知道把蛋下在哪里，怎么一天比一天这个蛋一天比一天少，有时候一天都没捡到一个蛋，没有鸭蛋。我去钓鱼，没有鸭蛋。没有鸭蛋。孤军哥，昨天你没有来吧？昨天我没见到你啊。爱情牛鼠未鼠。水放多了，好像也不多。11点、12点。孤军奋战。喂，扶摇哥。在池塘边还惦记着鱼吗？不是，我昨天钓了，我昨天钓了3只，然后把它放了。然后今天早上我妈说今天这个天气好不好钓鱼，我说怎么啦？她说今天不买肉了，今天钓鱼回来吃。然后今天就吃鱼呗。赶快。我要快点夹就好了。我妈说今天吃鱼，不要，我今天就不钓了。我明天早上本来是想做包子的，但我妈说要吃鱼。我没有竿子，我没有鱼竿子。所以你家去江边钓鱼用那个用那种很长很长的竿，我这个才4.5米的竿，应该钓不了，不适合去江边钓。你家竿是8米还是9米？那种很长的。今天好钓鱼，今天这个天气不冷不热，比较好钓鱼啊。你这边河边都没什么水藻，用那么长的竿没用。江边要，我昨天去江边，他们用那种竿都是很长的，他们用那种竿子都是很长的竿，但那种竿都特别长。这个，就这样吧，就掉那里吧。我们这边是5米内都有水藻，对，我看你们那边很多地方就是河里面都有那个草，但是我们这边没有，我们这边是光秃秃的，很干净的。所以说下地垄不被人家发现那是不可能的。然后江边也是很光秃秃的，江边是可以看见底下的，看见鱼在上面游泳。江边是可以看见鱼在上面游，我昨天想拍的，但是没拍到，有点远，然后没有拍到。欢迎百度网友，我没有拍到。我看他们也没钓到什么鱼啊，但是
但是还是有很多人在那里钓鱼啊，明天吃饱了再钓。把它甩进去，够不到今天晚上就吃苦切菜呗。先打个窝吧，边说边跳，我流口水。范子阳哥看不到底有多大鱼，像边那个鱼的话应该是在中间那个很深的地方吧，旁边的话是看不到的，旁边的话最多就三个手指那么大，还有一个巴掌大罗非，还有巴掌大罗非。赶紧吃啊，辣嘛。辣。我看哪个山里面。用这个吧。哦，发多了，辣就说。我这边除了鱼，还有虾，还有河蚌，还有螃蟹。螃蟹再没有那么多。今天做什么？今天吃这个。薯片，今天说薯片吃，然后钓鱼。哇啊呜！欢迎狼哥来了，欢迎狼哥。我们这边有沙，也有河沙，也有龙沙，但龙沙现在还不是，它还没有出来吧？龙沙应该是5月份才出来吧？应该是5月份才出来，是吧？泥鳅也有，但是现在还是会有点冷，还是会有点冷。你才狼，那狼不是这么叫的吗？啊呜、哦，这不是狼才这样叫的吗？狼来了，我又没有说你是色狼，我是说是狼来了而已。你这么急着反扑啥？你这把鱼做的像辣椒酱似的，这鱼就好这口。其实调这样就够了，但是我每次都能调出这么多，钓起条了，还没开始钓呢，还没开始钓。这个点好钓，6条5条还是可以的。我们钓鱼时间在路边采火虾，然后弄点蚯蚓就行了。这里我不想弄蚯蚓，弄蚯蚓的话说的好吃一点，弄蚯蚓的话我怕黑鱼来吃，我怕黑鱼来吃。为什么没有沉下去？